1996年8月9号下午3点1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英哥一家陶瓷厂的画室，许多人正安静的忙着，他们在陶土上画上美丽的图案，然后等一下会上釉，送到窑里面去抄。我们都知道，英哥制作陶瓷已经有大约300年的历史了吧？从小我们在童谣里面常常出现英哥修瓦盘啦，边修陶炭这种童歌吧。经过这几年来，因为我们整个生活的状况开始改变，整个日常用品，比如说瓦盘这样的东西的质料，已经慢慢被塑胶或是其他像金属类的东西所取代，因此，英哥的陶瓷业有一阵子是很没落的。可是近几年来，有人在中间寻求改变，也许用一种仿古的创作或一种艺术的创作，替英哥陶瓷找到一个新的生路。像这一家赤脑陶瓷公司，有人就把它叫做是现代官窑。官窑所出产出来的很多陶瓷产品，几百年后，比如说清朝的官窑产品，几百年后可能在苏富比的市场上成为一个非常抢手的艺术品，价格非常昂贵。但是它不像很多绘画创作者或是文学创作者一样留下了名字。我想有时候想到这一点，觉得蛮寂寞的。我们也许可以在故宫里面或是在其他地方看到非常漂亮的瓷器，可是我们知道它是哪一个朝代的，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创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因为当我们拿开一个瓷器的底看的时候，我们永远只看到年代，没有看到创作者的姓名。可是这样的一个记忆，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人这么安静但是有一点寂寞的工作者。参观完英哥的这一家仿古瓷器的工厂，心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慨。我们常常知道说，书上告诉我们说，瓷器在英文里面就叫 China， 可见瓷器是中国发明之类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发明很多东西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记得念大学的时候，一个老师跟我们讲说，中国人老是抱着那些伟大的发明而不放，然后火箭都已经跑到月球里面去，我们还这边说火药是我们发明的。当然，我也常常会疑问说，瓷器既然是发展于中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发展一种仿古的瓷器，而能仿到像古时候那么漂亮的时候，竟然是一种骄傲？我常常被这种逻辑所混淆了，就说那我们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应该发展得更好，为什么要去仿古？这常常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不过不晓得为什么，忽然想到有一次在去纽约吧。我去纽约的时候，每次都想去一个博物馆，叫大都会博物馆，因为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专柜，介绍通常是中国瓷器，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外国人从中国买回去或是拿回去吧。里面还有一间房间，我曾经在几个文章里面提到，那边里面放的是敦煌的整个壁画，还有很多佛像的头，因为要把佛像整个从中国搬回去好像不太方便，所以他们就把头砍掉了，一个一个带回去。我记得里面有一个佛像，至今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带我那去那边，带我去那边的时候是林怀民先生。他带我到一个佛像面前的时候，发现那个佛像坐姿非常自然，就是这样脚翘着这样。然后他那个头有点半斜，看着下面的人。林怀民问我说：“你现在觉得他的表情是干什么？”看久了，发现好像他在听我讲话，真的有那种感觉，好像在听我讲话。然后我那时候感觉是纽约市政府应该这个佛像面前放一个椅子，让整个都市的这些孤魂野鬼们，整个灵魂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的人，可以坐在这边静静的跟一个佛像讲话。那刹那间有时候会忘记这个地方是哪里，是大都会博物馆吗？还是中国？或是我们所在的台湾？或者英哥？那种感觉非常强烈。即便是到现在，我还在问：瓷器叫 China， 是中国人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什么经过几百年演变，我们现在还能以仿造出古时候那样的样式跟图案为荣？这一点一直搞不懂。当我们来到台东红叶村的时候，
正巧碰到今年的第一场秋雨，那样的气氛很像我们看到红叶的路标的时候的心情。红叶给我们的第一个联想不是秋天，而是扫棒。扫棒球员的塑像无所不在，延平乡公所大门口有，红叶村的村口有，红叶扫棒纪念馆前更不能少。而最多的应该是散布在每一个布隆族少年的心中，以及每一个35岁以上的台湾人的记忆里面吧。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以前拍个电影叫《斗掌》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要拍那个题材？”我就讲说：“台湾受日本影响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我们心里面潜在的某些东西，对日本这个国家是充满了又恨，可是又有一点崇拜吧。这也许跟台湾被日本占据了50年有关。我记得我们的球队，也许可以打赢古巴、打赢美国，可是一碰到日本队，我们所有人都出来蛋。”好像他随时会输掉，不管是篮球或是棒球，常常遇到这种状况。因此，在一个国家我想非常弱的时候，都挑一个我们可以敌对的国家来比比看。那有时候大人做不了那种可以胜对方的事情，就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因此，我们这样年代出生的人都会特别记住一种运动叫棒球，因为它几乎是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把整个台湾的民主意识跟民主自尊心全部捡回来了。一种代表性的运动，我常常觉得那些小孩子其实现在想想蛮可怜，他们承担的是所有国人的希望。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所有人晚上没有睡觉，在看一群小朋友去参加美国那种威廉波特扫棒比赛，在美国人眼中看的是有 Little League， 是一个好玩的游戏，而我们是用一种爱国的情操去看它的时候，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恐怖的。话又讲回来了，第一次把台湾的整个民主自信从日本的手里面这样抢回来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棒球队叫红叶扫棒队。也许因为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很多细节至今竟然记得很清楚，很清楚。我记得红叶扫棒队第一次来台湾，到城市来参加所谓的全省儿童棒球比赛的时候，我还记得在他们下，因为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在他们下山的是王子杂志社的车子。当然后来很多朋友到王子杂志去做事。我还记得他们跟调部队在台北市立棒球场比赛的时候的每一幕细节，我还记得他们打败调部队的时候，观众站起来丢钱的时候，我还记得胡武汉跑过去捡球的样子。我甚至还记得第二天的报纸大标题，那时候好像是《中国时报》，那时候应该叫《真心新闻报》的标题，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棒打东瀛小将，手挥流星快球。不晓得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当然也许有人认为说我大概心智发展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想回来，就是因为红叶扫棒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奇特的自信跟自尊吧。而红叶扫棒现在在哪里呢？也许我们这种年代的人都应该走回去看看，看那个能孕育出红叶棒球队的地方，那个地方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它似乎像中山县翠亨村，或是像凤花城凤花县溪口镇，因为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它激励了我们。红叶村，1996年9月，当我们来到台东红叶村的时候，正巧碰到今年的第一场秋雨，那样的气氛很像我们看到红叶的路标的时候的心情，莫名的却随时浮现的忧伤。红叶给我们的第一个联想不是秋天，而是扫棒。扫棒球员的塑像无所不在，延平乡公所大门口有，红叶村的村口有，红叶扫棒纪念馆前更不能少。而最多的应该是散布在每一个布隆族少年的心中，以及每一个35岁以上的台湾人的记忆里面吧。如今的红叶国小奇小依旧，学生总数32个人，
男女混合，很勉强的凑成一个球队。出去比赛过？有。跟哪个学校打？永康桃园武林。桃园。桃园。谁打赢了？我们有桃园啊，桃园第一名啊。桃园第一名这样。我们有时候排第三第四，有时候排第一。现在有打棒球的举手。老师，不是老师。那你们喜不喜欢打棒球？喜欢啦。再见。再见。战果不佳，但精神不死，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尽管已经很久没有打过冠军了，不过村里的黄叶少棒纪念馆依然保留了前村乃至于全布隆族的昔日的棒球尊荣还有沧桑。缝缝补补的棒球诉说着当年的贫穷、毅力还有梦想，而各式的锦旗奖杯呢，荣耀依旧，可是相较于当年红叶球员的命运，这又代表什么？是永不褪色的尊荣，还是就像这一座双脚被绑在冠军杯上却两手空空哑口无言一样残酷的夜？纪念馆的管理员是当年红叶队左外野手邱德胜的太太，于是每一个来到这馆里参观的游客，当然就不厌其烦地重复询问他当年的情形。在一旁看着的我们，老实说有点不忍，不知道他该用哪一种情绪去面对那一段光辉灿烂，或者说悲剧开场，或者说空留遗憾的往事。对不起了，我想我 HSB 南乡应该是没错，少棒在这边我临时改的了。哦，是这样子啊。我临时就决定把它改过来看看这个，因为这个今天我们有这个职业棒球到这么轰轰烈烈，可以跟世界打，这个是，这叫棒球的这发源地，那不是是圣地啊，哎，要叫圣地才。是的，的确是圣地。对大多数35岁以上的人来说。前导半夜起床看棒球，小孩胜败之间却仿佛跟国家兴亡有关的激情，乃至于后来台湾棒球运动的兴起，这一切不都是从1968年8月红叶少棒队打败日本调部队开始的吗？台湾棒球运动的新业，却因为盛名或者不懂外边世界的游戏规则而心术凋零。不死的大概是精神吧。那天我们刚好看到红叶代表队参加乡运，虽然是临时成军，虽然球员加教练总共才10个人，面对兵都将广的台东龙宫，仍然是毫无惧色。无惧对小孩来说是因为天真，然而当年我们把超量的期待强压在一群天真的小孩身上，我们一样无惧。这是大人的天真吧，叫做愚蠢。我常想1968年的那一场球赛如果能再来一次，红叶败了，也许